装修中最不值得花钱的六种材料，装修不做大冤种，记不住点赞收藏。视频后面有总结表格。一、瓷砖真的不用买大品牌，贴上去你也看不到是什么牌子的，认准广东砖，款式喜欢即可，踩不坏的，放心买就是了。二、开关插座，你就买品牌基础款即可，但不用买贵的。三、室内门不买大牌能省一半，但是一定要选实木填充的，门套也用实木的，隔音效果好。四、水管选大牌基础款就行，只要工人把这个接头接成这样的，你用个几十年轻轻松松。五、电线选 BV 线，优点价格低，寿命长，厨卫用四平方的线，其余位置除非大功率电器，不然都用 2.5 平方即可。六、乳胶漆要买品牌的，选普通的优等品即可，你千万别买那些像儿童漆、竹炭净味磷甲醛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厂家为了卖高价的套路。